台湾台除夕特别节目主持阵容坚强，有蹦恰恰、许孝顺再搭配苗可丽，嘉宾更是重量级，请来了综艺天王诸葛亮。他也看到了世间情的美女演员，性感热舞也让他诸葛亮大喊说：“快要站不住了。”光临啦！过年唯一通告，独家献给三立台湾台除夕特别节目，还带来超大红包，大喜临门，50张，哎，第三有个50张，原来是100张电影票，除了送上自己的大喜临门，还不忘加进主持人彭恰恰、许孝顺的《铁狮玉玲珑二》，号召全民总动员，通通进戏院看。只是两部都在除夕上映，打对台，大家是要怎么选呢？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，过年期间不要只挑一部嘛，就看我的玩，让你去看你们嘛。这样就对了，按时间了，也有时间看场次，问了新的情况，问了再看你的嘛。天王过招各有一套，不过看到世间情，美女演员们一字排开，朱大哥可就没辙啦。衬衫配火红高跟鞋，世间情女艺人们个个拥有一双修长美腿，也难怪就连诸葛亮都大呼好辣。不过他也带来女儿谢晶晶，准备同台尬场，父女俩会有什么精彩表演，就等除夕当天准备在电视前小翻天。先说长相显头不到。